霓裳姑娘为何如此惧怕我？公子误会了，霓裳没有。那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我？我们真的以前没有见过？公子身份尊贵，游历广阔，见过的人何止万千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你是来跟踪霓裳的？我才没有呢。别装了，你就是在跟踪霓裳的。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是来保护霓裳的，我怕她有危险。难道欧阳公子还能吃了她不成？去。哎呦，你放心，除了你啊，没人会看得上她。 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看得上他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虽然霓裳有诸多缺点吧，但长相还算出众。没准欧阳公子真的就打上他的主意了。不可能。所以说啊，咱们不能给欧阳公子这个机会。我觉得咱们俩应该把他们分开。霓裳，成天，我娘有急事找你。 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先别问了，欧阳公子，我娘怕耽误了您的事儿，所以另外派了人听从您的调遣，不用客气啊，随意使唤啊。什么事儿？别急。欧阳公子，欧阳公子，嘿，文秀愿为公子效劳，还希望公子不要笑话文秀愚钝才好。 这里等我吗？坐。好，师傅呢？哎呀，我骗他的。咱们好不容易来这一趟，不如就喝个茶，吃点东西再回去。好不容易闲暇一日，再说了，乱花点银子怎么了？我乐意。小二，上壶好茶。好嘞。看来云庄主的事也不急嘛。 怎么了？胆子这么小，连个桥都不敢过去啊？不服气啊？过去啊！嗯。啊！ 要是你与本公子斗嘴的时候，有这么矜持就好了。